来到 JJ 厨房，我是 Jenny， 我是 Johnny，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沙拉瓦拉沙。我们今天做沙拉瓦拉沙的食材，这是来自 Li Fa 的米粉，这是 NSK 买的虾，好新鲜哦。还有这是 GA 的鸡蛋哦。闪闪发亮的感觉，这个呢让你吃了一口就会有那种麻辣到你想要流泪激动然后想要破音的感觉，这个必买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广告的话，请记得订阅加按赞还有关注哦，记得开小铃铛。现在就是下一个步骤，我们要加椰浆粉，看我怎么倒。小心哦！接着这个椰浆粉非常有椰味，而且香香有椰味，就像是你吃椰子的味道。现在是我们的独门秘方，我们正在帮我们的主角肌肉按摩，让它能够更好的入味，煮了过后更 Q 更爽口更好吃。好，这个水。其实没有用，要常吃自己的水。